曾经他们在讲评的时候有难过到哭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应该有吧？有没有？就是他们这边有没有有经验的？有很多人都哭过啊。举手吧，哪知道是爱同学？没有。小伟，小伟来。没有，我是唱完就哭了，还没讲话我就哭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唱得很感动啊。我是说有没有他们在讲什么东西你难过到哭的哭的，就比如说他们毒舌你们，然后你们对对对很难过这样子。 you got it, 只有难过但是没有到哭，哭都是可能被淘汰。讲屁啊，可恶。还好像巧巧跟艾伟吧，他们有被老师讲过说人气不等于实力。哦，就是会比较，所以他们难过嫉妒你们，是就嫉妒你们有人气。讲一下那个时候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？就他吗？对吧？我？对对对，那当初是有被老师讲，对不对？我被老师讲过最难听的话，应该是整首歌只有最后一句唱得好。可是我心里觉得我自己唱得很好嘞，这样不错。他有说你好哎，有些人是连讲都不讲的，前面都唱很烂的意思啊。可是他有说你好哎，好，老师谢谢你。对啦，但是你现在你们的抗压性应该都还蛮强，对不对？嗯。还OK 的，来躺的。这好笑在哪里？好，听说你会 rap。